首先，为了防止拆拆时磨合滑动，我们先拧紧底座四角的吸盘，将磨合固定在桌面或者案板上。然后，铝合带做对比，沿着边缘吸下，既精准又快速。做饭上一小块蚕豆，小块的蚕豆在中间中间均匀，不得空隙，层层拍满，刚好放上盒饭即可。可以选择两层肥三层瘦的交叉涂法，这样看出的肉串更加整齐美观。好设计实现了铁锨直接穿，不伸手不倾斜，穿足尖时先在套口钻套口，然后穿住即可。如果上方的打散槽平滑穿过机身，特别设计的底部接刀槽让您立刀到底，不用担心肉串的粘连。后左右两笔法，使肉串起机身分离，即可取出肉串。手的均匀，易于烧烤，规格49串，只需5分钟。